严小琴，你是要创啥？一龙，你听我讲几句话好不？严小琴，我准备结婚的人啊呢，新娘在外口等我，你安尼是要创啥？我要爱你回来我的身边。你即摆甲我讲这款的话，敢会受过超过啊？一龙，只要你还未结婚，还未挂手指，还未讲证。还有机会啊！卡扎，我若是跟你冤家的时阵，我只要跟你善待一下，你拢会放落软，拢会原谅我，对不？严小姐。你想要做出这种失去家己生活的代志？我唔管啦，我敢知影，我今日若无想办法挽回你，我会后悔一世人。一龙，咱已经结束了。乱啦！一龙，你莫看离开我，我昨昏就想要甲你讲，迄回我去日本，我一到机场，我就后悔我无答应你的求婚了啦。你讲的我拢听着，我要来走。一龙，我爱你。我爱的是别人。只要你卖结婚，咱拢阁有机会重新开始啊！无机会啊，咱无可能啊！太无可能啦！阿是，你惊甲大家歹交代？你不要紧，我甲你斗阵去现场，咱手牵手，甲大家讲，咱会决定。无论是外歹看，还是外见笑，拢不要紧，我会甲你做伙面对，哈。太过乱了，你是起笑哟！一龙，我很改啊！我听，你骗我！大伯，我离开的时阵，我哪个回来？你拢会伫咧遐等我啊？那安尼，你要爱的应该是罗仔，我王一龙不是。王一龙，你若是坚持要娶伊，我等下就走去外口，甲大家讲你欺负我，看你这个婚礼要安怎办？去啊！开门啊！你出去啊！我再来看卖，你是不是有这个勇气写你家己面子？对啊，竟然有一个优点是你无的，就是100%信任。